心的去对待和家卫的任何一件事，然后我把我的表妹交给你，我自己放心。我觉得你的人品好，而且你的行为处事都但特是别我长好。得不帅呀。哇，你都不帅的话，就没人帅了。而且你看你心也那么好的，心地那么善那你良意的。思就是心好的话就好了，对我呀，感觉我配不上佳薇。因为我们这边农村的话，没有那么多，就是什么去看什么一些哦，长得好看不好看，就是去看一个人的心地呀，就看心地善不善良，他的为人处事啊、人品啊什么的，就不去看什么表颜哥值啊真啥的，的。表而哥，且颜值，你可以，你看你哥也长得那么帅的。啊，表哥，我真的我必须送你一辆车了，我觉得真的，但是真的，我先。真的，我现在的话，我答应你的，我就给你买个就是面包车，多的我买不起。哥哥姐姐，你们说可不可以？多的我买不起，多的我就因为哥哥姐姐以后如果我们更深处的来往，比如说接触的话，真的，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表哥也可以去我公司里面上班。佳薇的话，她家里面要照顾，真的，如果你要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我之前我公司里面可以给你，你慢慢你去上个5、6个月的班，可能就工资给你，对不对？开的也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说你5、6个月你什么都懂了过后，我公司真的如果说管你可以让你去管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啊，哎，值得我去真的敬佩的一个人，真的，没有，真的。啊。哥姐姐，我让表哥去我公司里面去上班，你们说好不好？表哥，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真的去我公司里面去上班，真的。没有，真的，啊，谢谢你啊，你哥，谢谢啊，你啊，这个。哎，等一下，我问一下哥姐姐们，等一下，哥姐是双鱼，你们说好不好？我觉得表哥真的是真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真的我还没看出来，今天晚上我是真的看出来了，佳薇。真的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表哥，真的，我真的很欣慰，真的。而且你们两个都心挺好的，这样如果你嫌不嫌弃嘛，你不嫌弃的话，你就去我公司里面去上班。我平时我的员工都只是几千块钱的啊，我管你的公司就是2万块钱，但是。我的主管就只开2万块钱的，但是我比如说新来的啊，新来的比如说员工，我们就只开了4000块钱的。但是如果你去的话，我可以首先我先可以给你开8000块钱一个月，不是，八千块钱一个月，然后你去学习，你去学习，这样吗，表哥，你去学习4、5个月过后，我就直接。让你去管理一下，当个主管，然后到时候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工资开到2万块钱一个月。不是，就算你哥，就算以后真的有机会去你的公司里面上班啊什么的，你也不用那些就是待遇提得很高，你和就是，不用搞特对，殊嘛。不用搞特殊，就算以后真的有机会啊去你公司上班的话，工资的话你就是和别人怎大么家减，一样就对，好别了。人怎么的，你怎么开的你就怎么给我开就不行不了。不，要给你开高一点，对不对，哥哥姐姐？因为你是我的，我应该是怎么叫你呀？这个，啊，我应该怎么叫你呀？你应该哥哥就姐是姐，哥哥姐姐，就是这是老婆的那个表哥是怎么叫的？哥哥姐姐，我想不起来了，我小舅子吗？哦，不对。什么？大舅子，大舅子，大舅哥，小舅子不你可能应该叫大舅哥。啊，大舅哥啊，对，你应该叫我大舅哥。我舅哥，那我可以叫你一声大舅哥吗？可以，啊，可以。为什么呢？可哎呀，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成交吗？大，可以啊，你可以的。你们我刚刚的红薯吃了。你们两个说什么话呀？我听不，你们两个说我听得懂的好不好？他说他害羞。那你应该该这样说的。那你应该叫我什么呀？这个应该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对。哥哥姐是双鱼吗？我叫他大舅子，他应该叫我什么呀？哎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来，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个公屏上好不好？来，加完你把公屏上，哥哥姐姐们说让你叫我什么？表妹夫叫妹夫，啊，都是妹夫呀，都是说的。哥哥姐姐们，这该叫什么呀？
为什么是妹夫？你是我表妹呀。啊，表妹夫。表，那就叫你表妹夫了。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哎，舅子，哦，不是，舅哥，舅哥，哎，舅哥，舅哥，你看他脸都红了。舅哥，就这样了，真的，你去我公司上班的话，到时候真的，我说了，我的那个就是合伙人，就是那个我的，他是我的一个，就是我认的妹妹嘛，我说了。我们公司，我的公司和他是我们一起开的，我们四个人一起开的，我们公司一个分公司。但是我的那个妹妹，她真的，她一个月的收入也有真的五六十万，真的年薪是百万，五六百万的，真的。到时候我介绍你们可以一起，真的认识一下，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谦虚，我觉得你真的长得很帅的，哥姐姐，你们觉得表哥帅不帅？帅的话，你们打个帅。真的，我觉得你长得很帅的，真的，真的，你真的很帅的，真的。你看哥哥姐姐们，你看一下公屏上，他们都说帅，看到没有？他们都说帅，看到没有？你哥我真的没开玩笑，他会有压力的，对啊，会有压力的。因为我刚刚，因为我们这边的男孩子他，对，他不像外边，就想怎么怎么样，靠着谁怎么怎么样，大家都还是想凭自己的本事吃口饭，要干什么这种。对，如果真有那种的话，他我们家里人也会觉得他就是那种嘛，就跟那种人一样了。家里人也会说的这个。那怎么搞呀？所以看缘分吧，看缘分。那我也。也可以先交个朋友嘛，到时候看缘分吧。那比如说我说个比如啊，假如我就是说个就是假如开玩笑的说啊，假如佳慧嫁给我，我妹妹可以嫁给你吗？这个亲妹妹啊啊啊，这个的话就不行，因为亲是啊亲，哥姐姐可不可以这样？我的亲妹妹有，但是我亲妹妹的话，我亲妹妹的话她哎，不是就是不是很懂事嘛。这个不行，是这个不行。我妹妹也长得很漂亮的，我妹妹叫李小芳。不是说漂不漂亮的，啊，不是说漂不漂亮，真的，只要是心地善良什么就可以了，真的。其实我们这边的人大多数看重的都是一个人的内心。要不我把我妹妹，要不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我明天把我妹妹带过来。哎，不啊，哥姐姐，我觉得真的表哥我太喜欢他了，哥姐姐真的表哥太懂事了，我真的他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我明天把我妹妹带过来好不好？嗯，不好。啊，哥姐姐你们说好不好？你们说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如果直播间我看一下，现在有10000多个人在线，人数18万场观，10000多个人，如果有1000个人打好的话，我明天把我妹妹带过来见一下你。如果你没有万一，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要，就是我佳慧嫁给我了过后，我妹妹能不能嫁给你啊？不能的。啊？不能啊。哥姐姐能不能要？这样能不能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妹妹的话啊，年龄她还比你小，知道吧？我妹妹才二十出头。知道吗？我都是老大叔。如果26了，如果我妹妹嫁给你的话，那你是我什么呀？不是你，我是你的小舅子了，是不是？啊，不是，我是你的大舅，大舅哥，大舅子了。哥姐姐们，按摩一下子可以啊。佳慧，哥哥姐姐们说叫你帮按摩是吗？对对对对对。表哥学过，表哥学过按摩的。他有他逗你，他骗你。他手技特别好的，就准。真的，快上！给达里哥来一个。我怕给他按出老出血来。怎么可能？其实言归正传啊，李哥真的特别感谢你，就是能帮就是佳薇去把他的这些农产品，然后带货出去，真的。如果是让佳薇自己去卖的话，可能要卖个小半年。今天你卖了
没事的，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这的话真的，怎么说呢？佳薇真的是，我觉得啊，我刚刚是开玩笑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是我说是佳薇我们两个结婚什么的，但是说实话，佳薇是一个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真的。如果说我能娶得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怎么说呢？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像我表妹这样的。因为你表妹的经历你跟我讲一下，给哥哥姐姐们讲一下，好不好？对，因为我表妹呢，就是我。先我舅舅嘛，我舅舅就是一个好吃懒做嘛，就是天天喝酒啊什么，好吃懒做，家里什么都不管的那种。然后我舅妈呢，就是常年就是卧病，常年有病在身嘛，就是农活都干不，农活都种的农活都干不了的那种。然后就是表妹，她以前是航空公司上过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家里的就是种种原因啊。因为家里现在还有就是二表妹，有一个二表妹还在上大学，还有两个表弟也在上学嘛，嗯，所有的学费啊就是生活费啊都是我表妹一个人自己去找这些农产品去售卖，然后喂点猪啊喂点鸡啊，然后去赚取点一点生活费啊学费的。然后真的就是他在那边上班，就是家里什么都顾。那我说我把他卖完，他也不卖，真的，他怎么回事嘛？他就是不想靠，就是去让你去。但是佳薇，真的，你真的，你这么多，你这么多农产品，你真的，我帮你卖完嘛？你才卖了那么一点。是啊，两个。啊，真的帮你卖完，好不好？真的不用也可以了，够了。没事呀。帮了我很多了。我就是只帮你卖，而且我跟你说嘛，哥哥姐姐他们也需要这个东西，你便宜卖给他们就行了。真的，哥姐，我们刚刚卖了一下，知道吧？佳薇到他不愿意卖了的，知道吧？哎，真的，因为你知道吧，你一直去借钱，你把你农产品借了，你就可以去还别人的钱了呀。你弟弟妹妹的学费，你不要去借了，对不对？对。我们也就是像哥哥姐姐们，也就帮一下你，我也就帮一下你就完了，对不对？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也支持你卖，真的卖了的，卖给他们，他们也需要这个东西的。哥哥姐姐你们支不支持？佳薇好不好？给你卖了，真的不用了，李哥。那你拿去哪里卖吗？谢谢你，也谢谢直播间的家人们，我可以自己背去这里卖了，真的啊。我等这些发完货，我就可以自己慢慢找时间背去这里卖。你这里卖的话，你什么时候才这那个卖完才把你那个学费弟弟妹妹的学费还上呀？他借了多少钱的表哥？他的妹妹的学费他借了多少钱的？现在我就是今年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开学嘛，啊，开学到现在我知道的都已经借了一两万块钱了。啊？已经借了一两万块钱了，我知道的都有。一两万块钱了？对，因为他在上次在我这儿也就是拿了五千嘛。那这样，佳薇。那你我知道你就是你就麻烦是不是嘛？你就怕麻烦，好不好？那我们听哥哥姐姐们的，如果说他们扣的一多的话我们就卖，如果扣的二人多的话我们就不卖了，好不好？哥哥姐姐扣一的话就我们就帮佳薇卖了，扣二的话就不用卖了，好不好？我们就听哥哥姐姐们的，你也不能说话，我也不说话，反正我也不要叫他们扣一，你也不能叫他们扣二。来，你看公屏上来，我们不说话。哥姐姐你们扣一还是扣二你们自己说，如果说扣一的话就帮佳薇卖，不扣的话就不你看公屏上表哥你自己看，扣一的人多还是扣二的人，都是扣一的，好不好？佳薇帮你卖了，真的，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也想帮你，我也真的想帮你，好不好？帮你卖了，真的别了啊，真的不用。那你拿去哪里卖嘛？你卖不了多少。真的谢谢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真的很感谢您，佳薇真的很感谢你们，但是真的不用麻烦了，李哥。他们也想帮你知道吧，你对呀，不是你便宜卖给他们，你便宜卖给他们就行了呀，对不对？哥姐叔叔阿姨你便宜卖给他们就行了，好不好吗？佳薇，对不对？哥姐姐叔叔阿姨，对，你就是好不好吗？算了，真的不要麻烦了。不是你自己，不是哥姐佳薇太淳朴了，知道吧？是我们在帮他，他知道，知道吧？那这样吧，那我来买，然后我请哥哥姐姐们吃，我就不要钱。我，李哥，我这样我就跟你们，这样老表，你把你
你真的叫把你卖了好不好？真的，老表，老表你拿过来，你不用提他的。不用啊，我说不用。我请直播间的哥姐姐们。不是，真的不要拿了。你拿来，你是来，你听我的。